啊？还好啦，你讲介少，你今日较少钱。那从哪边来的？放了你吗？嗯。嘿，你迄块放咧楼梯头，我唔知，我都卖搁摕入去内底，无入去内底搁等咧晓了，我唔知你放咧倒。我食饱了，收放咧内底就好啊。你规块放咧遐就好啊。我跟你一样时间进来的啦，啊，我就在外面坐，我有进来啦，啊，我不要让人家说话。哦，对呀。就是那个要开门的，不是在里面吧？有啊，啊，我们拿菜上来啊。哦，嘿。知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同学打掌。那我们今天先呼吸一下上礼拜，他是世俗智，还没有成就这个苦法智出来。所以他还在从我们世间呢来到呢见到的第一心，他还是只是完成了。